胆调侃杨丽华财产问题。掌声欢迎国宝杨丽华。好，要许我，白玉，你是杨丽花虎吧？我们掌声欢迎歌仔戏国宝杨丽花。嘉刚杨丽花的家啦，陈亚兰歌仔戏创团剧作牛郎织女八月将在高雄举行四场公演，所举行售票记者会。这胆大包天的白云竟敢当众调侃，我跟你说今天记者比你这么多，我要跟大家说，大家一定要问我什么事情，就是关于这财产的问题。白云，你吹戏啊？我给你信正题好不好？杨丽花自婚变消息之后，着实首度现身。新裁判，我上来了。瘦成27-8公斤。杨丽花特地来支持爱徒就闪人，她怕抢了风头模糊焦点，所以事后不受访。两点没有很关心啊，就是他离婚有亲属。他没有离婚呢。他离婚，对不起，就是对对，传出有离婚的。没有，他说这个消息真的是子虚乌有。你有见到那个红衣师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最近都在忙宣传。他们两个还是照旧如常，应该是照旧吧。嗯，没有特意刻意去问这个事情。那个桥段是谁想的？好酷哦！你想，只有你敢。对，其实他真的没有很在意那个新闻的。那他瘦下来是运动吗？娱乐动新闻，杨阿姨瘦下来变得比较美美了，报道。